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梅哥，又见面了。好，我现在这个地方叫女人鱼。为什么这女人鱼呢？我刚上网查一下资料，我听说是因为从远方看来，它像是一个女人横躺在一个海灯上面。然后呢，我有听说是因为这边的猪哥鱼很多。好，大家都知道猪哥喜欢所以照这个逻辑，它就被称为女人鱼。好，那大家在这边应该我会玩基钓，还有安抛铁板。好，这边有流钩，听说会有蛮多大货靠过来。既然难得来到这个小岛，带大家晃晃，介绍一下这边的环境。这边地形凹凸不平的，走起来要很小心。我想这应该是从海底火山冒出来的小岛吧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些柱状结构看起来有点像是发霉的银丝犬。Hello， 羊水族。Hello， 海胆。嘿，蟹老板，你怎么在这边？把自己晒得红彤彤的。这个礁我觉得蛮酷的是，它上面有座灯塔，那边灯塔用来指引大海的男儿回家用的。不过我觉得这边很可惜的是，虽然环境还不错，但是还是有一些海洋垃圾漂流在这边。看到一些是渔船防止碰撞用的保利龙，还有一些保特瓶。哦，发现一个很漂亮的潮池，真的很漂亮。带你出事，这边这个潮池超漂亮的，很清澈哎。下去泡个脚好了。哇，吼，这个这边泡起来很爽啊，天然的水池。哦，抓到一只螃蟹，这螃蟹也太像蜘蛛了吧！好酷哦！好，敲一下，敲一下，敲起来。这一下闻起来有点酸酸的，这样会比较咬。这样应该会比较香。发酵哦，应该不会比你的脚还香啊！绝对不会。哎呦，我竿在拉喽，这样活虾放流。钓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笑死！吃那么沙，结果是这个。石头光一只，配合这个非常强烈的阳光啊，它的红色非常显得非常亮眼。钓到大气窟啊！啊，拜拜拜拜拜拜！气窟啊！笑死！什么东西啊？往左边，往左边。是鬼头刀是不是？哦，黄英，黄英，黄英，又是你。好。哇！哦。水啊！刚刚直线。你刚刚录到吗？有。你刚刚录到。那等超出去再升圈。刷出去没有？是后来那一瞬间。有、哦。哇！出啊！哇！有有、哦、有哈、哦！我靠！谢啦谢啦。对，来，惊到。OK。哦。各位观众，中鱼啦！刚刚还想说会不会没有鱼，结果还是中了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一下直接抓出去，没有反应到。镜头是后来才开的，所以大家可能看到薄约偏冷只有一点点。啊，刚刚拉差不多一分钟左右，舒服。吼吼吼！来来来，水啊！哦，漂亮漂亮，好漂亮哦，很漂亮。来来来，水哦，
终于有鱼了，刚刚今天钓了一只，哦，有爽到。然后现在我来试试看铁板，哦，这边前面刚好有个流钩，这样带过来，哎，说不定会有些好货。铁板先用30克试试看，30克，好，希望至少可以钓到那个欧多拜，感觉就不错了，那个拉力也是蛮强的。中鱼哟、哦！哎，中鱼哟、哦！30克我铁中一只小石斑，超可爱。哎，这个跟它差不多大只，它也敢咬，敢超猛的。好，我先把它放回去吧。拜拜。大概贴底之后，揽个5套。1、2、3、4。哦哦，黄鹰黄鹰，换位换位，哦，碎碎碎碎碎，盯住哦盯住哦，盯好啊、哦。哎，碎呀！碎呀！哦哦哦，小心，跟着海浪上来就。哇！不是，耶！哎哎哎！小心，来，出啦！出啦！舒服哦。敢超出我？他也是直接，先射下去。我刚刚还在看你甩铁板，然后。转头直接手被拉出去。我刚才说我要拦5套，结果一看你就中鱼了。干，超扯。好，再抛抛看，用这个米诺。没有很大，但是也很冲啊，随便一只都可以让你拉得非常爽。我还是先帮你解钩吧，中鱼了。来看一下缸里躲什么东西。哇，这个听说是梦幻一品。至于怎么料理、怎么钓到的，请继续看缸里的影片。这边就是帮他做个记录。嗯，这前半还不错。然后呢，我在帮他准备的时候，其实发生一件事情。那我们回到10分钟之前，来来来，终于终于，水哦，大惊喜啊，大惊喜，出的出的。哦，但下到狂出现，好，谢啦，短收短收，哎，这个应该破米了，应该破米。好小哦！哦，好粗啊！哈哈哈！哦，我操！终于把你请起来了！我操！哦！
怎么用头去吃饵啊？没有预想会。来，老板小心啊！水哦，刚好断线，所以啊，所以啊，别人钓千钧很不开心，我钓千钧很开心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岸抛鱼，手臂粗啊，哎呀，手臂粗啊，我操，哎、欸，拿起来比一下，拿起来比一下，比太粗啦，太粗啦，真的舒服，抽 mino 抽到了，他其实已经脱钩一次，但他又回来咬，他是抖 n。严重怀疑他是抖 N， 对吧？哇哦！来跟我手臂比一下。哇哦！我这是十寸的壮汉手臂哎。对啊。他也跟我十寸壮汉手臂一样粗哎。这个不用量，应该破米了，随便都破米。我脚大概一米一啊，我腿大概一米一，至少120公分有。有。对吧？好重，会重啊！啊，水哦，得帮我拍张照。那亲戚应该至少有我腿那么长吧？啊，你是拍钓啥自杀单元吗？啊，如果你钓到亲戚，你就要吃青龙。吃，你说。亲戚照吃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多留一点，我弄完这场给你吃。没问题，明天就来，就直接吃。明天就直接来。